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。你再说一遍。。这事儿我应该提前给商量一下，但是我怕你那个倔脾气，我刚跟你说你就给我否了。英子，没别的意思了，我给叔找的是正规单位，不是整天喝喝茶看看报纸，里面都是靠真本事吃饭的。我呀一直觉得叔是个能人，要不然也生不出来你这么聪明的孩子。我是想给叔一机会，让他把前半辈子啊荒废的干劲都拿出来，以后在邹水这老板娘面前说话能挺直腰板，不是吗？你看前两天我帮邹水的时候，你不也没说什么吗？怎么到了你爸这儿，你就过不去了呢？性质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，靠关系吃饭。你身边有这么好关系让你用，多好一事啊，你怎么那么倔呢？不是我倔，我也有很多好哥们儿，家里有个事儿也找哥们儿帮忙。可是到你这儿，怎么就不是那么个事儿呢？英子，英子，先这么着吧。大海啊。我们英子啊，这辈子最最最最幸运的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认识你这么一个朋友。叔啊，真心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，对我们英子这么好。来，哎，哎呀，大海啊，叔也想着你呢，这不。今儿刚一发钱，我立马就跑到了家具城。哎，你说这屋这么小，这又搬张床进来，哪还有落脚的地儿啊？没有落脚的地儿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飘进来的。哎呀，一个人睡呀，就是爽。你呀，明天早上肯定得感冒。感冒我也乐意。得，关灯睡觉。哇！滚！干嘛呢你？至于这么绝情吗？哎，以前啊，我天天搂着你睡，你睡得可香了。有时候我把手撒开啊，你自己还抱过来。哎，我让你过来。让你过来，你再过来，我就和我爸换屋。不过。
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遇见某一人。你能不能不唱了？你要嫌难听，你唱。我凭啥唱啊？你不唱我就唱。也许遇见某一人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或许遇见某。什么东西啊！原因，转过去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呀，疼疼疼！哎呀，哎呀，信不信我把你踹下去啊？扎死你得了！哎，你大爷的，怎么又到床来了？谁到你床上了？你好好看看，我就睡在自己床上了。怎么搞的？这两床都分不开了。你家炙烧干粘的，你不是说你家炙烧干慢腾的吗？哎呦，哇！